基隆市区公所举办社区营造提案补助计划，与信义区提案的社造团体一同讨论未来发展。其中仁寿里里长张富凯与仁寿社区一起讨论提案。我是仁寿社区理事长啊，又是我们新的里长张富凯啊。他就是说蛮觉得你的小孩子不错了哈，他有做什么事情都会先来请教我们里长。社造这个活动，以前我们仁寿社区已经有参加十几年的社造申请的活动，但是今年是第一次用这种社造审议，这种也是一个很好的、很好的一个提案呐、啊、哈。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不会让我们像我以前自己提案的时候，我就光在我的圈圈里面，我在想说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啊，做到后来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因为好像能做的都差不多都有做完了，所以我就休息了两年没有做社造，然后今年区公所又邀请我们再参加这个社造审议活动，我觉得这个构想很好。公民记者蔡念成基隆采访报道。